市长高虹安深陷争议，近期更是因为寡妇楼都更案遭人质疑与建商藏着对价关系，连环评会也火速通过。虽然高虹安20号晚上在脸书列出4点澄清所有的都更文字审议以及环评会，并非像外界所说的一样，目前也还没有通过。而他今天出席活动再次澄清，让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我要再次强调，他是在环保局内部先就这个都审的这个会议之前的准备工作，所以在这个环评小组的会议当中，各位如果去看这个公文，可以发现在这个公文里面呢，其实是局长代为决行这个环评的相关的会议记录的小组会议的记录内容，那甚至在都审会都还没有入案，都还没有开始。针对高虹安说法，李正浩发文打脸，贴出会议记录，其中环评会的主持人兼委员就是建商董座谢宏年，今年6月辞职离开，怀是为了主持8月3号的环评会。他呼吁市府应立即启动约谈机制，防止证据遭到湮灭。以上为你找消息。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